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要来玩这个第五人格啦。来来来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哇，那个园丁中标了啊！对手拿了是一个鲨鱼大棒棒啊，该不会是厂长吧？兄弟，我们看他可以溜多久？哎呦，看来好像他很会溜哦，他还在溜哦。你是不是偷学我刚刚那一招啊？不然怎么会这么会溜？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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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了！换我溜，换我溜，来！不是这样溜的啊，大哥，没有人先砍的啦。李安室，我想问一件事情，你觉得我跑掉吗？封窗，兄弟，别哇！你怎么有封窗啊？我的妈！哇，他把窗户给封起来了呢。然后呢，他站在我的前面，放了一个小木偶。我是不是没救了？哇，他这个人也太狠了吧！你敢不敢给个活路啊？你是怎样？是怎样？这个兄弟是来搞笑的吗？哦，妹子，爱你。哎，大哥，哇！哇，这个干妈也人也太好了吧！这样你也可以救，这样救不了了吧？怎么救？我们有义气，我们有义气，我来勾引鬼，我来勾引鬼，然后你救他，好不好？你们快走，我撑着。你有看到我诚意十足了？我刚刚诚意十足，我要帮他扛那一刀，那没办法啦，热气球坐起来啦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兄弟快走快走快走，来来来，我帮你摸摸，我帮你摸摸，来来来，摸摸，羞辱一下那个鬼，来给他一个好棒棒。可以啊，你知道这场游戏如果有两个人成功逃跑的话，所有人的分数就是正常的啊。如果你没有成功逃跑的话，分数会乘以0.8。你看我分数最高8554，好不好？比鬼还高。不知道为什么我分数这么高，我什么事都没做啊。然后我有发现遇到那个小丑鬼，好像尽量跟他绕圈圈比较好，因为他直线很会冲。别担心，别担心，好不好？鬼来，我们直接溜他，溜的不要不要的，不要害怕。鬼来先卖我，不用卖我啊。我跟你讲，你尽量卖我没差，反正像我看刚刚那只小丑，别卖我啊，兄弟，别啊，嘿嘿。你怎么把我把板子给翻了，哥？你别把板子给翻了！啊，不要啊！给他死！好，去追他，追得好，追得好。哎，你再溜一下，大哥。靠近他一下，不要离他太远，不要离他太远，他会回来抓我，他会回来抓我，哇，完了，不妙，哇，为什么队友要只翻我的板子卖我呢？太坏了吧！
你是不是这样上到四段的？呀！干嘛？啊？哥，别这样好不好？ Oh, no. 我很快游戏就结束，不要这样。我游戏很快就会结束了，别搞。很好，去勾引他。对，走开一点，靠近一点，先吃一刀，站在旁边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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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然后你又拉我了。Oops。然后我又死了。然后呢，我马上升天。没事，没事，不好意思啊啊！提早升天，我们要找下一组队友再继续。哇，这一组队友有点坏啊！好啦，接下来下面的人可以了，有机会玩了，好不好？我直接离开队伍啊、玻璃心碎满地。我们来玩个魔术师好了。我没有玩过魔术师，我好像只玩过一场吧。但这个啪棒棒可以干嘛？哦，制造一个假的。哇塞！我的妈妈咪呀 ！What is this？ 差点从我下面插出来！哎呦，兄弟，需不需要救啊？哇！三回，别别别别别！哇哦！嘿嘿，你想打我？快救他！哇，开枪啦，大哥，要命哦！救下来，自己开枪，自己跑，自己的命自己 carry， 我替你挡一刀，好不好？不用跟我客气。啊！嘿嘿！哇，挡的这一刀有点傻逼呀！别跟着我啊！密码33456789，别担心，兄弟，我会来救你的。他在你旁边吗？我下一场再来救你。那今天第五人格，好吧，就介绍到这边。记得、哦、第二赛季已经开放了哦。